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最近以代言人身份在香港出席某内衣品牌活动，在品牌一众高层与模特儿大合照之后，林志玲姐姐压轴现身，身穿深 V 金色布灵布灵贴身短裙的她，鼓胸上阵，大骚三寸事业线，性感迷人。到场后，志玲姐姐获高层握手接待，之后却变身人肉布景板在一旁配合拍照。不过身为台湾第一名模的志玲姐姐全程表现专业，先是与一般高层合照，一起做出竖起拇指的手势，之后又分别与其中两位高层单独合照。两位高层有点拘谨，但志玲姐姐在旁大方摆 pose 秀性感好身材，丝毫不介意成为人肉布景板。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대한민국 여신 걸 환영합니다. 이제 여러분은 단 한 명의 최강의 여신을 뽑을 겁니다. 민씨 小心.